东方明珠，红看学府，坐落着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。它的名字你早有耳闻，它的事迹你无不知晓。它就是香港理工大学，理大。80余载办学历史，世界大学排行百强前列。作为教育部批准在内地实行独立招生的香港高校之一，理大有独立的报名程序和时间，同学们可通过官网递交申请，极有可能成为理大学子的一员。八大学院，30多个教学部门，为广大学子提供多样化的学科选择，其中5大学科更是优异卓越，排名世界前50。理大正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新一代专业型人才。新年度新征程，如今理大以它全新的招生模式迎面而来。从2022至2023学年开始，理大将全面推行以学系为本的组合课程，涵盖60多个本科专业。录取入学首年只需攻读相关学系的共同核心课程，由大1学年末决定主修专业科目，大2才开始主修专业，让更多学子在第一年充分了解不同专业内容以及自己的兴趣方向，为攻读主修学科做出合理、合适、合情的不二之选。同时，课程还加入了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、创新及创业2大新元素。这2门课程将被纳入大学核心必修科目，也可作为第2个主修课。通过这2门新课程，同学可紧跟时代步伐，掌握新科技知识层面，提高创新创业者的能力，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。除此之外，理大从2021年暑假开始推出了本科生科研计划，目的是培养新一代的科研人员和创新人才。申请获批的同学将得到资助和研究指导来开展科研计划，并且能优先入住位于何文田学生宿舍内的科创书院，住得舒服，学得安心。多年来，理大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40万余名专业人才，为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开悟成悟，立学立民，期待在香港理工大学与你相遇在知识殿堂，一起携手为国家及世界做出贡献。